束缚。我爱你轻松奇迹，我爱你荒美平等，我爱你家乡的天真，好散不如去自如追问。
再次谢谢我们的各位星光乐队的成员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月赛马上月冠军就要诞生了，谁会成为本月的月冠军？大胆的预测，预测一下谁是冰倩姐，冠军是谁？其实我特别想对那个六号选手说，就是你的两个声音都很好听，那个低音部和高音部，但是我这次发现了你的缺点了，就是你的统一性不够，就是你声音的这个前面的那种沙哑的或者是比较性感的声音，到后面很亮的脱节脱得太大了。有很多欧美的歌手，他的声音再高，他是在一个声音里边的，他不会像两个人在唱一样。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你要走专业歌手这条道路，虽然变声区的地方是很难受的，对我也是一样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练到就是基本上不要有那么明显的痕迹。我想送给三位选手，要学会控制，在舞台上的控制相当重要，只要控制住了，不管刚才说的音色统一也好，音准也好，表达也好，都会更准确一些。无需理由，只需结果。三轮合起来，应该是六号。好，天龙老师，投三号一票好了。好，方老师，我也是他。三号。对。周伟，综合考虑，我也支持是，三号。子宁，你会投几号？我肯定是投三号，我为三号拉一票，因为刚才就是我在第二关助演的时候，我在后台，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他说他今天因为他的朋友然后都在乌克兰很远，然后都没有一个人来为他加油，然后我说没事啊，你有我，我说我在第二关肯定为你加油打气，然后我们一定好好唱，然后合作的还是很不错，然后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就看到我当时比赛的我，因为我们俩的风格有点像，都是很热情很奔放很放得开，所以我投三号，也希望大家支持三号，来自我们外国的国际友人啊。好，谢谢子宁。阿奇凯，您姐应该只告诉我六号，更确六号吧。佳妮几号？二号。关世鹏三号。怎么判断？接下来各位请投票。五四三二一，你们支持谁？月冠军啊，慎重选择。月冠军会是谁呢？本月月冠军是二号张海军，三号马克西姆，还是六号昂萨？恭喜六号昂萨。昂萨，祝贺你，恭喜昂萨。也有请我们的各位选手再次登场。昂萨，一路走来从周冠军现在已经加持成为了月冠军，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？我为这个节目我真的准备了很多很多，登上这个舞台我就已经是完成我自己的梦想，然后非常感谢背后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，非常感谢，然后谢谢由这么好的平台让我展示自己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个风格多变的昂萨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准备，我们年分赛再见好吗？再见。星光大道，百姓舞台，实现梦想，点亮未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